久违的 staycation。我们两夫妻呢，放自己一天假来 staycation， 然后这一次住的这一间酒店就是 Ritz Carlton， 在 KL 啦。因为我们实在最近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旅行，所以呢，就来一个小小的 staycation。staycation 开心吗？开心，你开心我就开心了。哈哈哈！带大家 room tour 一下。我觉得很漂亮。刚刚一进来呢，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茶水间，还有一个帅哥，对，自恋的帅哥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小沙发桌子，然后这个是办公桌，还有我们的 king size bed。 哇，还有那很想躺，好像你的家这样。还有一个很美的浴室，哇！我超级喜欢它的厕所，还有浴缸。呜呼！等下要去买那个 bathroom。哇，墙壁很美耶，就 marble 的。对。很有质感的，不是那种 plastic 的。它的厕所是我超喜欢，然后是干湿分离。看。我老公带了一瓶酒来，啊、你要灌醉我是不是？今天对呀、啊，其实是他的业配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业配吧？就真的好喝。哦，是真的好喝，我自己喝过，是觉得不错。对，不是业配。色酒还是吗？色酒的 whisky 是真的很不错。我们现在超级的饿，我们只是早上吃了一餐，那我们现在要叫 room service， 看一下有什么吃的。连他是用那个 QR code， 想吃什么 ？Pizza， 又要 pizza， fish and chips。房间的灯光真的是很 orange， 超 orange。然后我们的食物到啦，超级的饿，点了一个扬州炒饭，还有一个 salad。因为等一下晚上八点就要吃晚餐了，所以我们就先 share 一下这一份东西。然后点了一杯carrot juice， 然后 kidney 是 orange。吃饱了，现在呢就打算走路去 Pavilion 买 Bath Bomb， 还有买一下他想要买的东西。
逛街都来逛 Baby Shop。 我们来看 Hannah 有什么衣服可以买给她穿。什么买的？那爸爸在找帽子。有看到，可是如果在找那种什么渔夫帽吗？准备来泡一个澡，然后护肤睡觉。对，今天有一点小累，然后刚刚就走路去 Pavilion 那边Lush 里面买了两个 bubble， 一个是 bubble 的，然后一个就是那个普通的 bubble，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云朵的，叮叮，好可爱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这个牛奶的，它是写着 milk， 这个也是好可爱。这个呢，就是可以制造很多那个泡泡的。泡澡真的是太舒服了，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家有一个浴缸。
接下来呢就是护肤时间。那这一次 staycation 呢，没有带那种很多大大子的护肤产品，我就带这一个。这个我在家里用着它的是那个大紫装的，然后我就把它的这一个一套的starter kit 带出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300ml 的韩国品牌，之前我用的呢是他们青色的那个 Miracle Set 的系列，那个呢是主打粉刺痘痘的。然后这两个星期呢就有用他们的另外一个系列啦，叫做 Propolis B5。 这个系列呢其实之前也是有在 IG 跟大家分享过的，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片。我用着的呢是他们的 Propolis B5 Glow Barrier Calming Starter Kit。 这个系列里面主要是有蜂胶的这个成分。那这个 Starter Kit 呢，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如果你要买它的 Original Size， 就是正装之前然后可以买这一个，而且它是这样子套装的，带去旅行呢就会非常的方便。那我刚刚是还没有洗脸的，那我现在呢就要用这个来洗脸。首先呢就是这个 Oil to Foam 的洗脸霜，它是一个卸妆油和洗脸霜的一个概念，可以深层的清洁我们脸部的污垢。那它的用法呢就是干手干脸，擦在脸部直到那个底妆融化，然后呢可以加一点清水，一加清水呢它就会从油变成泡泡，然后就可以像正常的这样洗脸。你们看它一加水之后呢就会从油变成泡泡了，所以就是 oil to foam 的这个意思，然后呢就可以洗脸啦。你们看脸直接变干净啦，而且呢它里面还有蜂胶油可以镇定我们的皮肤。接下来呢就用这个 toner， 这个 toner 的质感呢也是完全不黏腻的，很清爽，只要这样子拍拍拍拍拍呢它就会吸收了，而且肌肤呢会马上水润有光泽，而且它还可以帮助形成强力肌肤保护膜，强化肌肤屏障，打造健康的肌肤。接下来呢就用这一个系列的精华，这个精华呢用好之后呢我的脸真的是亮很多。这一个呢就是可以让你皮肤提亮起来的秘诀，因为呢里面有很厉害的皇家金蜂蜜成分，可以把暗沉的肌肤呢补充水分，还有让你的肌肤容光焕发。它一擦呢也是吸收很快，擦完呢就好像蜜糖一样，但是呢它是不会黏黏的。最后一步呢就是这一个面霜啦，这个面霜呢有 80% 的高浓缩珍罐蜂蜜，比如说有蜂胶、菜籽油、马鲁甘哈密等等，当然它有其他的成分呢帮助肌肤的水油平衡，可以改善皮肤屏障，像蜂蜜一样从内发光的感觉。好啦，今天的护肤完成。这个系列我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，因为它真的是很香那一种蜜糖的味道。 Of course 这个系列的产品呢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哦，而且呢在 Shopee 就可以买到啦，有兴趣的话呢我会把他们的产品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大家可以自己去点点看咯。刚去运动了一个泡泡浴，被泡泡淹没的男孩。早安，我们睡醒啦。我昨天半夜的时候还有在想有没有可能早上起的到来下去吃早餐，结果是不可能去吃早餐的。我们竟然睡到11点，因为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回我们的顾娃生活，等一下我们要去接 baby， 所以呢可以睡就尽量睡，所以我们连早餐都没有吃到，我们躲一下就要准备 check out 了。我在想还要不要化妆，因为我等一下确实是没有去哪里，然后我又忘记戴隐形眼镜竟然忘记戴隐形眼镜。天哪，今天来游泳啊，要死人了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哎呦你看你的肚子，肚子Yeah.
翻涌啦，厉害吗？厉害吗？刚刚一回到家呢，就马上变了一个妆，现在赶着出门去拍摄。黑娜睡着了，她太累了，每一次游完泳呢，她都睡得非常非常的香。好啦，那现在呢，我就要出门了。成了我的第一个拍摄，然后换了一套衣服准备第二个拍摄。那刚刚呢，我拍的呢就是这个最新的 Dyson Airwrap， 这个呢第一版我也是有，这个是最新的版本，然后它有这一个新的这个配件，这个是可以吹头发跟那个防飞翘的。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 barrel， 之前它的 barrel 有给四个这么多，因为它要换，就是顺时跟逆时嘛。然后它现在呢就只有两个，一个是 30mm， 一个是 40mm 的。然后它就是可以这样子转，之前要一直换那个方向就有一点麻烦。然后这次它出了这个新的，还是这样子， and then 它就可以。这边有两个方向，你可以腾来腾去，这样子就是顺时，然后这样子就是逆时。然后他这次有帮我在这个盒子上刻我的名字，然后这个盒子的颜色也是很漂亮，蓝色。现在呢，想要帮 Hannah 装这个东西。这个其实是十个月的时候才需要，看这个捣蛋鬼，捣蛋鬼，等下才玩，等我装好了再跟你玩，好不好？妹妹叫爸爸，爸爸，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好准，妈妈就不会叫。跟大家讲拜拜。